是一作诗，不是，这里是一句诗。他用枕头闷死他，我看看压压一下，唱的满嘴。新的我们突然发现天色慢慢变暗了，所以我们准备出发，但是在出发前突然发现我的蓝牙耳机居然不见了，来回找了好几遍，但是怎样就是找不到，所以只好赶快出发。没有蓝牙耳机的我只好跟在巨尾后面，但是花东的路实在真的很可怕，就是像这样，旁边是悬崖，然后大海，让我一度跟丢，心里感到非常害怕，还好最后还是平安抵达了。看见有人，心里觉得好了一些。哈哈，巨女是怪不是巨女。哈哈，偏偏为什么我们今天是住水管屋啦？讨厌呢！看一下这个环境，就是这么小。过得太顺利了，自信心爆棚，以为能低于 Google 预估时间，从屏东一路杀到台东都兰，两小半的路程，我们居然花了4个小时，完全没有看到大山大海，只有乌漆麻黑，还有狂风暴雨，口罩2次都直接吹到遮住眼睛，直到尽头蜿蜒没有路灯的路，山跟海突然有那种溺水的压迫感，全身都淋湿，动弹不得。因为今天是最深刻的。